螃蟹养生房，春季呢要开始生发阳气。今天介绍一个能帮助身体生阳护元气的宝穴——阳池穴。阳池穴呀是支配身体全身血液循环以及荷尔蒙分泌的重要穴位，因为它是我们三焦经的原穴，只要刺激这一穴位，便可以迅速的畅通血液循环，温活身体。那阳池穴呀为三焦经的原穴，且三焦经呢是通行元气的经脉，元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，故而呢刺激该穴能够激发元气，元气活跃起来，运行通畅，打于手部，手自然就感觉到暖和了。下面呢跟着我一起找这个穴位，那在我们手第三、第四手指腕横纹交叉处呢，就是此穴。那行直揉法，用对侧拇指横按于阳池穴上，起于呢四肢呀，固定于手腕掌侧面，拇指稍用力的按揉，稍微的感觉酸胀为度，每次呢可按揉10到15分钟，每日可行多次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再。